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。学院走开，学校，学校，学校，不给他画，走。哎，不让去，来，快走开，走开，不该画，快走。小伙长得挺帅的，再过一个多礼拜就满月了。现在吃的厉害得很呢，拿下蒙古都瘦得跟什么样了。今天跟的人干了。喜欢小狗的朋友可以到下面评论留言。这条白色的好小，个人最小。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别这一窝小的小狗胆子都挺大的，挺粘人的，一叫就乖了，不像上次的，上次的有些小狗叫它硬着不理，看到人就跑了。这个是拉布拉多的，但是是单血统，没有纯的，我还是挺可爱的。感觉有几只还是长得挺漂亮的。小黑的好肥呀、这个小黑的品相很好，全身都是黑色的。好看。